我觉得小沈阳呢，其实就是真的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。那我在小品里面不仅听到你唱歌，而且还看到你模仿女生，你能模仿一下我吗，小沈阳？好。让我轻轻地告诉你，天上的星星有几颗，不要你的寂寞。不会了。哎，对对，真的很好，行不行？好，试了个不？绝对太厉害了。今天呢，我们会有五位的模仿者跟你同台。哎呀，你担心今天晚上的模仿比赛，他们有可能会超越你吗？太好了。那就是说你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。太做好了。太做好了。哎呀，好的，接下来我们要向小沈阳来介绍接下来的我们的五位模仿者。今天他既是你的粉丝，又是你的挑战者。好，请问我们的偶像做好准备了吗？做好准备了。耶、yeah. 看上去心跳的有点快哦。我都没跳。好的，那么既然我们小沈阳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，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五位模仿者上场。我叫小沈阳，你名也叫小沈阳，沈是沈阳的沈啊，阳是沈阳的阳。我叫小沈阳，眼睛小却有光芒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你开心我的理想。我叫小沈阳，一名也叫小沈阳，沈是沈阳的沈啊，阳是沈阳的阳。我叫小沈阳，眼睛小却有光芒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你开心我的理想。我叫李鹏，来自辽宁鞍山。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认识我，让自己有更多的舞台机会，这样我就可以更快的挣够30万，天下无双，我来了。我叫贾振峰，24岁，来自哈尔滨。我的优势不是语言，我只拿实力说话。我觉得我自己比小沈阳更时尚，更有才，更有料。我今天一出场，相信小沈阳老师一定会被吓到。天下无双，我来了。我叫小肥羊，一名也叫小肥羊，肥是肥胖的肥呀，羊是海洋的羊。哈喽，电视机前的好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小肥羊，今年32岁，但是我长得像23，天下无双怎么才来？我现在都变成老肥羊了。我叫苏青，今年27岁，来到天下无双就是因为特别爱唱歌，可是一直没有机会，我都憋了2年了，今天我一定要唱过瘾，天下无双，我来了。我叫丁丁，来自江苏。机会从来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，我准备好了，只缺一个舞台。我不比小沈阳差，天下无双，我来了。我踩你脚了，没事，多踩2下呗。来，小沈阳，我来介绍第一位，这跟你打扮的一模一样的，这个是来自辽宁鞍山的李鹏。你好。听说其实你今天来是抱着一个巨大的目的来的，是吗？我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认识我，让我在以后有更多的舞台展示我自己。他不好意思说，我来替他说吧。他想要通过这个节目来让更多的人认识他，他希望自己能赚到一笔钱，然后给女朋友买一个大房子，给他一个美好的未来，是吗？对。女朋友坐在哪里？朋友坐在这。这位是女朋友啊，她对模仿小沈阳老师这一块就是说很执着很坚定，然后后来我也偷偷的看她的演出，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，然后所以我很支持我的老公。加油加油加油，谢谢老师，祝你们两个白头到老。有孩子没？现在没结婚的？没结婚啊。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二位，来自哈尔滨的贾振峰。大家好。你觉得你自己比小沈阳更时髦，比他唱得更好，更有实力？哎，差不多吧。哇，现场亮一嗓子。就这样被你征服。哇，真的哎，我听到这句，我都有点小小被征服哎。不错，真的不错，哎，不错哦，真的。接下来又是一位小沈阳到场了。Hello， 现场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
听说你把自己誉为一个年纪很大的人了，为什么？小沈阳老师那句话说得好，年长60年一开花吗？虽然我是今年我32了，但是我心脏有点长得像23，但是我在这里我有个要求，好朋友们，不知道杨颖老师能不能肯答应我，现场跟你拥抱一次，好不好？什么？我没抱你一下。哦，可以啊，握手，不，男士只能握手，来。握手就可以。好，谢谢谢谢。那就抱一下，能咋的呢？来抱一下，来起哄来，来抱一下，抱一下。这是我最大的梦想。抱抱抱一下，拥抱一下。对溜，谢谢。这个事情要由女士说了算。说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第四位，来自山东的苏欣，欢迎你。哎，沈阳老师，杨老师，你们好。哎，现场的朋友大家好。哦。听说太太一开始也并不是很支持你的唱歌，然后呢，你为了照顾太太，然后有2年没有唱歌是吗？在我结婚以后没有多久就有了孩子。啊。因为孩子在家比较闹腾，嗯，然后我在屋里有时候想唱歌的时候，想自己录一段的时候 ，OK， 然后孩子一喊爸爸，我就得暂停。听说太太和女儿也来到现场是吗？就在啊，在哪里？哦，真好哎。他就是不吃饭，无论干什么都得唱着歌。这你多开心啊！你跟女儿都很开心，因为其实你今天唱的肯定不错啊。好，接下来沈沈阳，我要给你加第5位的模仿者，来自苏州的丁丁。Thank you。好，啊，刚才掌声可累可累的哈。我们有人生格言哈，其实我跟我们小沈阳老师一样，我的人生格言呢是走小沈阳的路，让小沈阳无路可走，穿他的鞋，让他找去吧。谢谢。请5位的模仿者退场准备你们的比赛。好，谢谢各位。谢